我看看给我准备了什么。哟，小猪猪，小居居，橄榄球啊。所以送我这个可能是让我继续向前冲吧。对，这啥也没有啊。为啥也没有？你猜到了。让我跟我儿子抢着玩是吧？就是你们可以分享，分享分享，这是个球啊，还带个拍。哦，就是这个，来，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期许是什么？什么玩意儿期许？这个乒乓球，浴发剂，这是给送给我的，就这是一笔吧。送给我有啥用啊？你说，钱，车票。哎呀，掏不出来呀，这礼物挺大。哎呀，像中午微弱的光线，来自梦的投影。人到中年不得已，水杯里边放枸杞，是这意思吗？我没到那个岁数，我是86年的。作为我个人来讲，我对自己已经失去信心了。希望北京台春晚的观众朋友们，然后在新的一年里面心想事成，然后一切顺利，送给大家我最真诚的祝福。春节好啊，春节好啊，祝福大家春节好，祝大家新春快乐。我把这话筒送您。祝大家2019年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每天都有好心情。祝大家2019年新年快乐，年年有余，猪年大吉。抽点时间常回家，陪陪爹和妈，听老人讲讲那过去的事儿，那也算报答。我的名字宋晓峰，北京春晚排练中，千言万语一句话，祝观众朋友猪年万事亨通，祝大家一日千里迎风帆，两袖清风过高关，三三五月上大运，四季发财财源旺，五福四海交贵，六六大顺多赚钱，七星高照走运，八方聚拢多赚钱，九九十成财富，十全十美在人间，在人间。